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阳光新西兰。最近呢又孵出来了好多的小鸡儿啊，太多了，养不下，刚才呢卖掉几只。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怎么样用 PVC 这种 PVC 管子来做轻便的鸡笼子。为什么要强调轻便呢？因为我做的这个鸡笼子呀是要不停的在草地上移来移去，因为鸡呢它除了吃粮食它还一定要吃草。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放养开吧，或者是你把它围起来吧，然后这片草呢很快就让它们全都祸害了。所以呢如果你能做成一个笼子，每天呢在草地上换位置，这样鸡呢就能每天吃到新鲜的草。所以关键呢不但要把鸡给笼起来，还能让它每天的移动的时候呢方便。所以呢要用轻便的材料啊，这个木头呢就太重了，所以我们选了一些 PVC。这样呢再加上一些塑料的网啊，也不用铁网，铁网也是比较重的。这样呢做好之后呢就能我一个人就能提起来每天那边移动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用 PVC 管子来做。其实呢就很简单哈，我们把这个 PVC 管子呀全都锯成尺寸呢，我这里是90哈，90这么一根。因为我发现呢你买来的这些网啊，就是像这个网都是这边的宽度要么是90要么是1.2米，像1.2米宽的这种就太大了哈，所以90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尺寸了。像为了配合这个网的尺寸呢，所以我们就把管子呢也都截成了90，然后呢配上这些不同的弯头，然后很简单就可以做起来了。我现在呢就跟大家示范一下哈，我是怎么把它搭起来的。框架呢就搭好了，就很轻的，你看我一个人可以抬起来没问题的。然后呢现在呢再配上网，还买来的这种为了方便，一切就为了方便吧，这种绳子这种带子用来绑。这个笼子呢简易的呢就搭好了，然后前面的门呢就这么打开，然后很简单关上，然后重量呢就非常的轻，如果想移动的话呢就搬起来，这么移来移去，那我一个人就能搬起来。最主要的是我一个人能搬得动哈，像这样呢还需要再加固一下，然后边边角角呢再加固一下，然后呢里面做了一根横杠，等会儿带大家进去看一下。等于鸡睡觉呢它喜欢放在高的地方嘛，所以呢就是正好加了根横杠，它们在中间这个杠上睡觉。如果下雨刮风怎么办呢？这个或者是遮阳，对，鸡也是跟人一样，也不能晒着也不能淋着，所以就买来这种布哈，
然后上面搭一下。搭在它这个中间休息的这个横杠的位置就行了。这些材料都是在 Bunnings 买的，PVC 管子不是 ，PVC 管子是专门找做水的那里订的，因为 Bunnings 买这种管子的话就太贵了。这样呢，这个 Chicken Tractor 就是可移动的 PVC 的鸡笼呢就做好了，全部加起来重量。怎么搬，很轻便，非常轻，移来移去，无论是在农场啦，还是在家里面花园里面啦，清洁起来呢都比较方便，可以移来移去嘛。因为你要是用，之前也解释过了，用木料的哈，然后呢会比较的这个重啊，你一个人是完全操作不了。这样呢，这里面养上三四只鸡，看体型大小了。大鸡养三只，小鸡的话可以，用乌鸡嘛，像乌鸡养个四五只也没问题，乌鸡体型比较小。然后也放在花园里也不是很难看哈，应该也不是很难看。关键的一点呢就是防风，可能花因为重量太轻，这个刮大风的时候我就担心呢会刮跑，所以呢在，因为它这个承重呢又不是很能承重，所以最好在底下呀，在角落里稍微的这个压一块石头，或者在上面，在这个横杠这个中间的位置呢再压一块什么东西，主要刮风的时候不要让它刮跑，关键的是也不要放在风特别大的地方，或者是旁边的这个绳子呢拴一下哈，像我后面有树墙，我这个后面拴一拴，然后这边稍微压一压，然后刮大风的时候不至于刮跑了，这样就鸡飞蛋打了。我已经加固好了，差不多了，现在我们可以把鸡放进去了。是农场捉回来的鸡，进去了。这里就是做这个轻便的 PVC 鸡笼的花费，一共花了270纽币，是不便宜啊，但是因为新西兰什么都贵嘛，一个接头就要10纽币了，所以如果能经常回国的朋友呢，可以从国内带一些材料来，那就比较便宜了。虽然这个价格呢，但是跟本地的鸡笼比起来还是有优势的。像本地的网站上经常能看到啊，这一款也是从国内进口来的吧，一款鸡笼，我呢不太推荐用这一款啊，虽然价格也挺合适，觉得也很漂亮，但是首先搬动起来就很不方便，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材料啊，其实用几年之后呢，这材料这个木质，质量不是很好的，很快就会坏掉，所以感觉还是 PVC 管子比较经久耐用一些啊，这是相同价位的哈。是这一款鸡笼，如果你家里面有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啊，就是家里有这种 handyman 可以给你做一个呢，那就再好不过了啊。如果你搬不动呢，可以里面放上轮子啊，底下他们有坐着轮子的那种，那就再好了。如果你让别人做呢，那就贵了。像这一款啊，纯本地手工打造的，你看这个价位。这个就感觉这是鸡笼嘛，要1875纽币啊，我的天哪，所以呢我感觉就如果家里能有人给你做一个那就太好了，如果没有会木匠的呢，那只有像我这样的用 PVC 管子做啊，我感觉呢就是我们这样的最好的选择了。现在呢就可以把鸡的水和食物放进去了，每次移动的时候呢，这些拿出来拿进去也比较方便一些。还有最重要的呢，就是鸡下蛋的窝，这是我之前做了一个塑料箱子啊，直接旁边开一个口，你把它倒扣过来也行，或者上面盖一盖也可以。鸡呢是比较饿了，
注意一下，食物不要放在中间那根横杠的下面，可以往前放一放。因为鸡跳在上面睡觉的时候会拉屎，会拉到这个食物里面，所以呢，不要直接放在那根横杠的下面。然后这个下蛋的箱子呢，你可以倒扣过来，也可以上面盖一个。这款鸡笼呢非常的耐用，因为 PVC 管子是不会腐烂的，而且因为它特别的轻便，可以挪来挪去，这样就有鸡永远有新鲜的草，还有便于你鸡笼的清洁和打扫卫生。所以呢，我非常推荐这款鸡笼，而且最主要的是直接自己在家不会木工活的人呢也可以能来做。好了，本期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